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五十三伏的暴力羊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残暴马卓的第二天的限时抽。第二天目前限时抽，我们目前服的积分表现的话，其实都还没破千呢。这只角色我估应该也是冷门居多啦。应该大家，我觉得还是因为毕竟它单抽出来的效益的话，会比有姐妹花效益会差一些。因为昨天我有去看了一下它的路符的开门之后的表现，它基本上的话六门是全体吧，我记得6点好像是有人说全体，但是我没去看六门的效益是如何。我最主要先是看两门跟四门的，因为最主要其实看两门，两门的话是祭祀的部分影响比较多，只是它的蓝盾的话，从本来的生命低于它本身是40%还是50%的时候才会开蓝盾，啊，你开两门之后的话，蓝盾变成你生命值80%就会去开启，啊，那个但是它的致死效果其实没有，也没有变更掉，就是变成还是一样，只有免一次的致死，这样子的话其实生存力的话会比较不高，除非那一次他打死刚好没有把你打死，然后有开到蓝盾。好啊，只是的话，我的话部分，因为毕竟我有姐妹花啦，所以的话我还是会有去，还是会去把它抽出来的部分。所以今天我们先小抽一下。哦，第一今天不错，第一次抽就有裂，会一直在一个章。288转，只是的话，我应该是不会特地充很高积分的，反正基本上只要是能出卡就好。只是的话，应该我目前资源的话，基本上我希望是能拼，当然是拼二至三。只是二至三的话，积分是要到5000积分。啊，第一名是要7000，而7000的话赚喷太多了。5000积分的话，目前的话，我应该要拼也很困难，因为我预估我的赚大概其实要留在5万上下。啊，你只要是以5000积分来说的话，等于是五十抽乘以680，你这样我等于要喷34000转。你34000转的话，你等于50包，你乘以888转，所以54000转，所以大34000转，所以你大概喷约30000转。你现在约喷30000转，我现在已经抽了15袋了，15袋乘680，然后等于我已经先抽了5000多钻，所以的话30000钻减5000多钻的话，我现在还差，我还要再喷20000，大概25000的钻，25000的钻，我现在596，我现在算是5万9就好了，减25000的钻，这样子剩34000的钻，其实34000的钻其实是够那个。我还是存得回来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交的砖，所以的话我没办法一次充的太多，所以的话基本上会以3500为主，只是3500积分为主的话，也要看有没有角色会去抽，没有去抽的话我没办法去，有人去抽的话我毕竟还是得上分啊，只是最后还是要看最后一天的情况才能去抽，对啊，所以的话就没办法肯定在哪一个的最后的积分会抽到多少？啊，这只角色的话，就大家去斟酌要不要啊，因为毕竟其实它可能会跟维，我估应该会跟维斯一样冷门呐、啊。那毕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那今天的马卓雅第二天的限时宝箱的小抽实抽，大概有一个288钻跟一个烈火徽章，还算 OK。昨天的话只抽五。抽5次十抽没什么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影片我们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